受天皇陛下的委派，别人踏上北平这片土地，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犒劳和嘉奖前线的各位勇士。族长，出事了，深渊大佐被杀了，尸体在后院。什么？怎么死的？被枪打死的。赶快离开这儿。没有发现带枪的人进来啊！照原计划行动。这边。开车，快追！开车，快点，好。是了，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小将军，凭我对你能力的了解，不是一个把警卫工作做成这样的人呢。这么高级别的一个招待酒会，怎么可能让刺客混进来？还带着武器，没搜身吗？在这个乱世里，自认为是猎手的人，往往变成别人的猎物。我只知道，只要是个好猎手，就绝对不会放过任何眼中的猎物。是猎手还是猎物，因人而异。小将军，慎重吧。田泽君，我先去忙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快点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跪下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不是！你不是什么呀？你不是？老欧啊，我说你还瞎琢磨什么呢？对付他这种人，我给他一枪都嫌浪费子弹。老欧，怎么了？琢磨什么呢？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劲。哪不对劲啊？行了，好歹没让小鬼子得逞。别忘了咱们来的目的。赶紧搜搜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布防图或是密钥之类的。好好搜搜。
是一份小日本备战华北战事的物资调运文件。备战华北战事？那咱就让他背不成。进来。怎么样？那个公务兄弟被打死了，口袋里的军民文件被取走了。很好，组长英明，你算准了杀手会在酒会上对特使下手，便将计就计，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来充当特使的替身，重重包围，无非就是让杀手对特使的身份深信不疑，从而让这些杀手自己走入您已经设置好的圈套里。没错，只要让这些杀手确信天皇特使已经被他们干掉了，那张绝密文件才能起作用。现在他们会毫不怀疑地赶往火车站，企图截获大日本皇军的军用物资。火车站那边布置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儿不太对劲？哪儿不对劲呢？没看出来。老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怕，怕的都发抖。如果日本兵真的有重要物资运抵，这外边怎么会只有两个人？嗨，那小日本子傻呗！啊，瞧我的！哎，玉兰，你就不能冷静点？小心点总没坏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有什么可小心的啊？咱连这狗屁特使都给咔嚓了，再弄他几箱货算个屁呀！老啊，其实于老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卫兵不够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为天皇特使发丧，根本顾不上火车站。再说，就算有危险，咱哥几个都在，也不怕他们。哎，就是的，啊！走，走。照片上这个人就是天皇特使公墓雄一。酒会上的那个人果然是假的。小童一郎真是狡猾呀，找来一个替身掩人耳目，幸亏咱们的行动被迫终止，要不然咱们也陷入小童一郎的圈套了。他们几个估计要中计了。谁？小吴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火车上那几个人吗？记得，你跟我说过他们不是普通的百姓。他们今天也在酒会的现场，今天放的那一枪应该是他们开的。这次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来北平的目的跟咱们是一样的，刺杀天皇特使，得到那份战略部署图。对，很好。火车站就是那些杀手的葬身之地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一场后戏的上演。欧天泽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站住！这里已经被大日本皇军征用了，你赶紧离开吧。法达西鱼儿也驾到。他们是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不过最起码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。小藤一郎利用替身，不但保护了真正的天皇特使，而且促使前来刺杀天皇特使的人露出了马脚。但愿他们能躲过这一劫。小吴，这件事情咱们不能袖手旁观。今天晚上
辛苦交通站的同志们，我和大家到各个交通要塞、火车站去打探，一旦有他们的消息，咱们要尽力的协助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好。车头都快冻上了，怎么会有火车停这儿等咱们？等咱们来抢？再说，怎么连个戒备的人都没有？不太对，咱们得撤。哎呦，撤什么撤？这天这么凉，车肯定是冷的。这说不定那物资就在车里边呢。你们不去，我去。老二回来，于老二，老二快，老二。跟着，还说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瞧着安静的，嘿嘿，放个屁都能听见。越安静有问题，不对，得撤。哎呀，撤撤撤什么撤？一帮怂瓜蛋子，丢不丢人啊？大家探照灯，要不我背你吧？不用，我腿又没伤，能走。
说刚才救咱们的是些什么人呢？啊？我感觉这些人会不会已经知道咱们身份了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，但是他们对咱们没有恶意，是来救咱们的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，得赶快给老欧找一家诊所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你们先带老欧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歇着，我去附近看看。好，好，好。刘德可真是个好人呐！是，这么……哎，小兄弟，请问附近哪里有诊所？你要干嘛？啊，你别误会，我是看着你们手上拿着药，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附近哪里有诊所。啊，你们别害怕，我们都是好人，不会伤害你们。如果你们知道附近哪里有诊所，请告诉我们。这附近是有一家诊所，就在那边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好，谢谢。走，谢谢啊，走吧，走，走。莫名其妙的打死了。据我们在现场观察，那帮杀手带的人数好像很多，所以全都被打死了，只剩下一个重伤的士兵。据他所说，杀手当中有人中枪受了伤，沿着这条线索查，应该会有所收获的。杀手的样子有看清楚吗？那个重伤的士兵后来也死了，所以报告受伤的样子让人问好了，还有人跟我说，所以组长是属下失职，属下愿意将功赎罪。你肯定他们当中有人受伤？千真万确，当时有人中枪以后隐约可以听到有人在大声喊，你醒醒，不要吓唬我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现在去欧铁镇那边看他是什么状况，如果他身上有伤就不用对他客气，明白吗？嘿，老你慢点啊，把手拿开我看一下。慢点慢点慢点，你这是枪伤啊？你管什么伤呢，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治。你，我打盆热水去。啊，朱月，去去去，打盆热水去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老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闪开。二老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流这么多血。走开。组长，既然你那么讨厌那个欧天子，何不干脆把他抓来严刑拷打？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可以消除您的疑虑，又可以打一打这个欧天泽的气焰。你懂什么？欧天泽是个让我佩服的人，我和他是男人之间的较量，只不过他一直自负地认为与我争斗他是长生将军。我现在就是要做给他看，我要彻底的击败他。记住，要征服一个人，包括一个国家，肉体不是最重要的。这里，击败这里，才是完胜。还有那份战略布防图给我保管好，必要的时候送到上海去。先生，您要的豆腐脑、油条、豆浆、包子已经齐了。哎，行了，没你事了啊。哎，我这可都是给老欧买的，你小子甭惦记着。不是，老欧，你这都是给老欧买的啊？不是，问题老欧他也吃不了这么多呀，是不是？
你想吃啊？啊，自己买的呀。不是于老二，你看我这次来北平，我不是没带钱吗？哎，要不然这样行不行？没让我只吃一口，啊，切，瞧你这份德行，那行，只吃一口啊，不能多吃。不是真只吃一口啊？那行，你一口都甭吃。别别别别，一口就一口。等等，我说你小子属牲口的啊，一口吃这么多，别吃了，都让你吃了。那我说你小，嘿，耍我是吗？啊，我犯错，犯错，我看错了。小子，卖报了！哎，小子，你要报纸吗？给我拿一份。等会儿啊，给你钱，拿着。叔叔找不开。找不开呀？那就别找了，全归你了啊！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走吧。卖报了！哎呀，于老二，你这个行为是好。他问题是你又不识字儿，你买报纸？我说你傻呀？啊，这东西这么烫，我不用报纸包着，我怎么拿呀？我真是个傻子啊！嘿，那个吃货！哎呀，哎，端着。嗯，老板，碗和托盘都拿走了，钱放这儿了。端着，嗯，老板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不用找了，走，不用。哎，谢谢老板。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小伤。谢谢你了，大夫。不用谢，记住了，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有剧烈的运动，否则伤口会裂开。好，我记住。吴大夫，谢谢。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好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于老二他们呢？啊，他们出去帮你买点吃的，补一补。于老二愧疚了一个晚上，他说这一枪是他欠你的。将来一定为你补上。行了，赶快准备准备，咱们得尽快离开北平。可是那份布防图呢？我再想想办法。回来喽！我回来了，哥几个。嘿，来，开饭了啊！开饭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仗着我看得紧，要不然这些个吃的全都得让这小子给吃了。没吃多少。老欧啊，你伤好点了吗？哎呀，这昨天晚上吧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太鲁莽了。你不会怪我是吧？哎，来，包子，你趁热吃了。你呀，以后少惹点祸比什么都强。这得了吧你。这报纸哪儿买的？在大街上买的。哎，这放着。在这个乱世里，自认为是猎手的人，往往会变成别人的猎物。别动，我不是。这包子太烫手了，我拿这报纸垫着呢。怎么了？不是，咱们被骗了。被骗了？
什么被骗了？宫木雄一招待酒会，都是小藤一郎设下的陷阱，目的是诱捕咱们。看见没有？真正的宫木雄一正在接待他们的要员呢。都怪我，几年不见，小藤一郎变化够大了，足可以成为一个对手。这宫木雄一还活着，布防都还没有找到，那就说明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我们还有机会，我立刻回一所。老，小藤一郎虽然怀疑我，但是没抓着我的把柄，只有回去，通过他，能找到真正的宫木雄一。你这样回去太危险了。危险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一定要让这个宫木雄一葬身北平。是我的房间吧？日本人都习惯不打招呼就闯进别人房间吗？我以为您在，可是您一晚上都没有回来，您去哪儿了？你是在审问我？轮得着你吗？只是随便问问。天泽君，小藤组长让我请您去个地方。我打算离开北平了，要收拾行李，哪儿也不去。这里我让手下帮您收拾就可以了，您还是跟我走一趟吧。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？天泽君真会开玩笑，我看您脸色好像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还真让你看出来了，脸色是不太好。逛了一宿窑子，全都人高马大的，脸色好得了吗？那您更应该跟我走一趟，去组长那里给您做点好吃的，补补。好，盛情难却，给你一个小时，走吧。走吧。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啊，今天早上一早，他们看到了报纸，知道昨天酒会上那个天皇特使是个假的。哦，那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一定要让这个宫木雄一葬身于北平，这几个人啊不简单。小吴，嗯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你是不是想暗中协助他们，从而完成刺杀天皇特使的任务，并找到那份布防图？对，我看可以。这几个人啊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只要是抗日，那就是一家人。小吴，他的伤没什么事儿吧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处理过了。已经恭候多时了，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？想让你看看
我们日本军人是如何训练士兵的。你认为我有这个兴趣吗？天子君，我认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跟你们中国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。你看，我们的士兵是真刀真枪的，我们战场上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活下来，而你们中国训练都是花架子，这样训练出来的士兵如何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比呢？嗓门倒是挺大的，有没有真本事要试过才知道。没错，当年在士官学校，天泽君不论是射击、格斗，样样都是第一名。格斗我已经领教过了，不知道射击你有没有兴趣跟我的士兵比试比试？你觉得我会拒绝吗？请。天泽君，挑拔何手呢？你看到前面那几个空瓶子吗？如果你能把这些空瓶子给挡住的话，弄几个破瓶子在这自娱自乐的打，也算得上是真刀真枪的干。好，既然天泽君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来玩真的。过来，天子君，现在桌上有两把拆散的枪，你们同一时间开始组装，谁先完成谁就可以向对方射击，胜者就能活下来，怎么样，敢不敢试试？问你呢，敢不敢试试？他知道我的速度，你们长官不想让你活了。怎么，天泽君害怕了？嘿，士兵，好好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吧。准备好了吗？问你呢。开始。手不减当年了，你有没有胆量玩点别的？奉陪到底。好，这老欧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经过昨天这么一折腾，
估计小藤一郎不会这么轻易地放他出来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咱们老欧的本事我们也都清楚，小藤一郎要跟他斗啊，还嫩得很。哎呦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于老二，你这别老来回晃荡了，行吗？你说你晃荡，咱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不是？再说你这一晃荡，晃荡我脑袋真疼。你说你也不嫌累啊？哎，哎，不是，我转不转悠，累不累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着唱戏的啊？存心找茬是吧？于文墨，我今儿很认真的跟你说一回啊。按年龄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哥；论资历，你又是一个晚辈。你平时跟我这没大没小的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并不是因为我怕你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句话要送给你：我们唱戏的再怎么不行，也比你这不认识字儿的强。你再说一遍。小唐，训练这些士兵不容易，你就让他们这样白白送死吗？天泽君，就不要说废话了，全部给我上！看来你今天是要跟我唱一出啊？啊？我就不尊重你了，怎么着？啊？不服咱俩单练，咱比划比划。你真以为拳头可以赢天下？啊？你就不能动动脑子？你拳头再快，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不是，哎，我是于老二。小叶说的对，现在啊，拳头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快不过子弹。现在还得靠这个脑子。中医是文化人，我喜欢。哎呦，好你个中饭桶啊！啊，白瞎我平时喂你这么多吃的啊！关键时候你向着他说话。没事，我给你买。合着你就是一白眼狼啊？啊？行啊，我不跟你们争。你们都是文化人啊，于二爷我就是一粗人，没文化怎么着啊？没文化吃你家饭了？哼！于老二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说你俗，你是真俗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于老二，我是说呀，你你说个屁呀？你说？哎，行，你们都别闹了。老欧的伤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感染。就是的。哎，你们闹腾什么呀？闹腾啊？有文化怎么的？年龄大怎么的？关键时刻你妈就知道憋着。林子，我有个主意啊。那个，我等会儿呢就去老欧那儿，也好接应他。嘿，你说呢？不行，老欧吩咐过，他没回来之前，谁都不准离开。都是一个德行。族长，看他的身上，不像是身上有伤。不管他是不是我刺杀天皇特使的杀手，他的存在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最大障碍。今天他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走出去。